这次的活动呢是得到了善地慈善中心的大力支持。那么善地慈善中心是善济医社具有百年这个传承历史的一个公益机构。在善济医社这个新的中心落成以后，那么业务执行主席卓春发先生呢大力支持我们的各种文化活动，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如果说我们中国文化中心代表的是中华的一个和美的文化啊，这是在海外做中华和美文化的代表，那善济文化中心呢就是大爱同行，然后也是百年善济追求的就是一直在做善行善举。呀，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母亲见我头发都湿了失禁又不安？我呆住了，忽然很想哭。是母亲献上巨大的希望，就是很多的母爱，还有子女对母亲的爱，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爱，它其实是体现在一些非常小的包容上。一直也都是在卓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每一年的母亲节都会有相应的一个庆祝。祝现在在场的所有的中国妈妈能够母亲节快乐，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顶心蜜蜜蜂，一空迟迟归。操心道德三春晖。天下的爸爸妈妈都是伟大的，让母爱动起来，母亲节快乐。